做嘅。好，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嘅港漫咬字幫。咁啊，頭先我哋今集大家好失望，我哋唔講書嘅，今集係講 game 嘅啫。咁啊，講只古惑仔三支嘅手機版 online 遊戲啦。今日係古惑仔之夜。係，今晚係古惑仔。成晚都係古惑，晚都古惑仔㗎啦。咁我咪要俾人審好耐啫。驚落街會俾人拉。話事不宜遲啦，太平紳士嚟咗出嚟探監㗎啦。咁啊，太貴。有冇要求？聽眾有咩要求？有咩投訴？如果对只 game 有咩要求投诉啊？其实都可以提出啊。系啊，可以。你觉得有啲咩？我见到洗紧头喺度啊，有啲咩嚟讲嘅好 game 啊？系啊。唔知道啊，我哋讲先啦，不如。如果冇系咯，我哋自己度嗱，在座都最少有三个玩家叫做三个堂口啊，三个堂口啦，系啦，佢哋组织嚟啦，三个组织结盟咗啦，围抽啦，开始结盟晒噶啦，吹令鸡嚟出打波，咁啊睇下打错，睇下对呢个大环境有咩意见啊？问题三个都坐紧监啊，唉，咁啊，适逢太平绅士嚟探监，梗系有啲嘢要问。好，请讲。有啲诶、哎，不如问我问先啦，我先好，请讲。或者我其实想问下个吹鸡个系统咧，究竟其实系计？帮你手的人的 level 数值啊，定是为计人数嗰个定值去计嘅？基本上是咁嘅，在你吹鸡嗰刻，佢就会帮你发信息俾你名册里面上线的好盟友啦。嗯，跟住就俾你成，佢哋就要同意帮拖或者唔帮拖。咁越帮得拖的数量越高，咁加越大。咁计法是咁嘅，咁就将帮拖的社团里面的总人数同埋等级。计埋有个公式喺里边啦，计完之后就会将嗰个数字去加你嘅战斗力，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简单嚟讲就系人越多做咩？哇！咦？哇！你妈俾你抽到冇搞错啊？知你啱啱收咗啊？我打住啦，我讲埋先啦，系啦，有靓妈有女陪啦，啊有女啊，唉，恭喜晒，恭喜晒，为咗奶西嘅啫，我讲埋先啦，好啦，咁攻击力就系加你个。简单嚟讲，头先几多个帮拖四点，加埋个总兄弟数量，再加个等级，有个数值计完之后，再加你攻击嘅，咁有个上限计嘅。咁如果你要讲嘅比例嚟讲啦，好简单啦，当你升嘅神装神人，基本上我谂加到三至四百到喺度。咁、啊、而你一个吹鸡，你加到最尽，但系可以加到百零。咁、嗯、如果你对神装嚟讲，梗系四分一唔系好多啦。但系你对一个普通啲玩家嚟讲，二百零三百能力嘅，咁其实三百系一个非常之大嘅数字。咁有效于一场战斗吹鸡完之后。帮你打字，而帮拖人就会得到黑钱，他会赚黑钱，而你就得到攻击力。基本上你可以话个双赢，系双赢啦。系咁，点解佢唔可以即系会嗱？你可以俾佢拣帮拖，我唔帮拖啦。咁其实应该你即系帮拖都应该要有付出咯。有啊，如果唔系佢下下都咁帮拖咁，吹鸡要扣十气力，即系佢要嗌个鸡。要十啦，跟住幫拖嘅要求五氣力，要幫你嘅。基本因為計係嚟玩嘅嘛。基本上嚟講，你其實啲人當呢個贈送系統用嘅，啲人每一上先啊，加加加加嘅吹雞吹雞，跟住幾時吹我啊，先生？咁啲人就咁樣做。係啊，佢哋真係好興奮。當然望嘅，我覺得嗰個又話收個靚媽，跟住兩個。我哋揾靚媽吹嚟，哇！好殘忍啊！好殘忍。食得咁偏啊！咁由你啊！嗱，你靚媽喺裏邊 game 裏邊咧設定唯一嘅女角有領導者技能，基本上佢可以帶好多仔出街嘅係。但我呢个净系识飞吻哦，恭喜晒，你真系开心啊！你喂，升级到十级啊，吹可以保飞吻飞成你七百几度噶，可以系嘛？劲啊！但系咯，悭好多嘢。我唔明白点解细细粒同埋靓妈都系飞吻咯？唔系咁细细粒又可以飞吻，靓妈都可以飞吻，妈都有靓女嘅时候噶嘛，都有怀春嘅时候。系啊，你唔记得佢以前同阿蒋天生都系靓女嘅？系啊，佢同蒋天生都有段情噶。虽然我哋 game 只系用一个肥黑。可以喎，迟啲即系整个瘦版啦。不过要揾下铺，揾啲美工做一个新嘅 model 翻嚟。后生版嘅靓妈咁样。我用翻水灵嗰个啫，换件衫啫嘛。水灵，哦，你咁都得，哇，几靓，几聪明啊，悭啲悭啲钱添啊。水灵我到而家未见过，未有啊。水灵女个好劲噶，佢喺里边，佢系公爆系嚟嘅，接近系。你删档个风一，其实我抽过咯，好似就佢好似出招快啲，我觉得。佢系零点八秒，佢嗰度快啲啊，佢。我劲啊！我有个水灵啊，练到好高噶啦，已经，所以我都系掉咗个靓妈佢。冇啦，靓妈咁难得先揾到你，你咪做个下一条仔咯。唔制。头先佢咪喺
咪后讲我话有后宫嘅，要将来你咪做定个后宫组织先啦喺度。系后宫要叻，要头先阿妈要后宫啊嘛。头先咪后讲咧，我就话即系我意思就系话唔系 player 去沟 player， 而系即系一啲 NPC 嚟嘅啲女角啊，好似你当道具又好咩都好啦。即系可能有个 slot 就系诶你有几多条女咁样，即系你知啦，有阵时即系自我满足嘅啫嘛，现实可能一条都冇咁样。咁打富有需求啊？唔系啊，即系沟女啊，应该系啊，唔关事啊，即系而系你觉得好似好型咁样啫嘛，即系咁你玩呢啲有阵时都有呢个心态。女指定咧，其实 game 里边咧有个活动，可能其实好难发现石结尾啦呢个区域，同一咗地方方便大家揾。咁啊，里边嘅话，你其实见到间中有唔同时间，诶，换咗时间啦。夜晚咧会有啲唔同嘅女出现去俾你玩，譬如星期二就会有呢个陈浩南同细细粒喺出没啦，然之后从星期四就会陈浩南同阿爷一齐出嚟啦，然之后好似星期六定嘅星期日咧，就阿山鸡会同埋阿丁瑶一齐出嚟。咁嗰段时间你可以叫，那个活动叫山鸡铺头，其实都系广南嗰边啦。咁你打赢佢之后，有机会得埋嗰条女翻嚟嘅，可以都。基本上你可话活动时间就系揾指定人，譬如天修咧，佢系中意神操咧，咁基本上早上会见到佢哋啦。我啲大头仔都系，大头仔同埋水灵都系，佢哋会喺早上都会出现。基本上你如果有心啲，你可以留意个活动时间啦。早五晚都会有不同的人出场，而那段时间你见到他铺头的话，你特登打的是可以去专找到这些人回来。嗯，在你讲的东西之前就已经踢走了礼物了。哎呀，你不要残忍啊，残忍啊，你妈都很难抽回来。你真是始乱终弃啊，你这些。喂，但是讲的领导人能力呢，没似过。怎么样？喂，如果那个领导人能力呢，那我不在守地盘的过程，那我是譬如有或者活动嗰啲嘅场合打交咧，系咪冇用嘅咧？可以咁讲，因为领导力佢领导力咧，只系负责带多啲人喺个手提员嗰刻，你将佢摆喺做呢个做话事人位置，佢就可以增加设置地盘嗰个守卫数目、啊，基本上可以去到24人最高。啊、而其实而家有啲地盘，你有望一望而家 game 先。我记得好似琴晚睇太子，唔系太子，24啊，最多24啊。天养堂啊，其实呢排都好出位，见啊，天养堂啊，呢、這个冷静堂啊，佢哋都好劲。系啊，基本上摆廿四，好劲啊！打你噶系啊！我睇个记，我睇个后台记录，佢哋俾人打咗一日，啲人称为轮奸，每两分钟入去打一次，砌咗佢成几日，磨晒佢里边啲人啲健康值啊，武器坏搞到先入，哇，好鬼死劲呢啲啊！我咁出资都系要收皮，要噶，因为其实你一系佢就休息时间，即系嗰两分钟啦，佢就去换啲嘢新人入去守。但其实你谂下，守到咁耐磨死咁多人都好辛苦，其实基本上佢就系为咗守咁耐赚嗰个就黑钱去换啲新装新人翻嚟用，你知系。哦，你可以话叫做即系 game 好简单嘅循环啦，就你去练功抽廿一点换装基本装碌仔人收靓都系，咁就齐人翻嚟拎呢啲人去再碌个地盘翻嚟，再滚一个黑钱再碌嗰啲神装嘅装备稀有物品啦，再去保护个地盘。其实可以话咁样玩只 game 就两个循环咧，行紧同一时间。哦，咁即系都冇话无敌噶，即系我唔系话升到好高 level， 好似放廿四人呢度，你就即系冇人抢到个地盘，即系都、哦、都系可以轮流车轮战，即系你可以消磨到佢，系啦，你可以磨到、哦、磨死佢。但系要合作咯，要大家合作。呢个社团咁做嘅呢啲系，咁当然如果你个神道有技术好嘅话，你可以尝试三个人打四。其实我哋都试过啲办法去做嘅，譬如其实你手动先你讲过啦，如果你有玩留意 game 啲技能，其实个范围几啦，你会留意到。当你用手动嘅时候，将啲人拉埋一齐去一次个杀，咁其实你都见到你放个技能打成六七三四千，有啲千几嘅话，你拎佢拉埋一齐一次个放，其实好快就可以清场将佢哋。我成日都打到啲血腥一少少先揿个技能。哦，你手脚慢，帮你唔到。咁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。跟住唔系佢飞啊，靓妈飞得好快。系喎、啊，唔系都系好耐。我哋讲咗四句五六句对白先飞咗啊。对住咁大反应都唔系佢系喺度考虑紧。佢其实应该飞重口味，我明白。真系啊，呢啲掉好唔掉好咧 ？keep 住又啊乱脚啊。我试用咗条蛙先。试咗先啦，冇用过噶。咁譬如头先讲技能嚟讲，你攻方或者守方都有呢个特别技能，其实可以用嘅。譬如叫挑拨，我谂冇乜人留意，应该系你可以将用挑拨嘅，将其他敌人集中埋，净系打你一个。即系譬如你有个好叻嘅血口，譬如用犀牛啊，佢血口嘅属于偏向大多数血口嘅抽到。咁佢如果成长力高，你系俾啲高防御个装佢血量高，咁基本上佢去到万二万四血，拎佢去挨
集中啲撥名翻嚟，然之後再拎佢圍，其實係一個好好策略嚟。我試過，但係其實我覺得嗰個設定咪令到嗰隻好快死咗咯。係啊，你拍藥或者幫佢加個回避嘅一防御，基本上其實血後人你有個回避嘅加埋咧，你夾啱執到佢五六十 percent 回避，基本上你少一半就等捱長好多時間嘅可以。哦，咁當然對於放技能另一回事啦。技能嗰度咪可以升級噶嘛？但係我見就係你嗰個 Tibet 咧，佢係冇寫 Tibet 減冷卻時間，基本上你可以更加快去 Tibet 入翻嚟。佢、哦、主要佢同埋加範圍。哦 ，Tibet 好難減人傷害，因為我都想咁做，暫時技術上做唔到一次過。哦，咁就暫時係咁啦，但係都 OK 嘅。我就唔知係咩用。Tibet 淨係寫，應該説明嗰度係寫冷卻時間，跟住你每升一次級會見嘅冷卻時間短咗嘅係。哦。基本上標 Tibet 嚟講，基本上一級都叫夠用，但係如果你想去好密去 Tibet 人，或者叫快死好多嘅話，你可以學啲嘅。簡單嚟講叫自殺嘅，爭佢嗰個就拱佢出嚟。係啊，冇咁你都係一彎挑人，即係Tibet人去一次嘅啫。基本上你好難。佢就話如果快咗嘅話，可以繼續係咁狂撳。係啊，你快啊嘛，你應該可以。如果冇記錯，好似去到二十秒定十幾秒可以去到。哦、你急到減到最盡，但我相信冇乜人會升到咁樣做。係咯，你就算挑活得多，你唔夠血都係。係咯，即係冇快測肉咯，現成冇意義。其實捱得幾辛苦啊，咁樣會做，但係叫做拎一個策略保護到你啲高級人難死咯。看你怎麼搞，但這個策略其實應該比較適合在 手方那邊，因為手方有成，你譬如擺24輪24個人每輪出4個 6彎來說，我夾硬將你那邊，我通常夾大多數玩家都夾自動戰鬥，將你那陣挑埋一個然後殺，其實手方是挺有利的，都會是。咁如果守方咪你摆地盘咪有分唔同位置嘅，一龙头啊乜鬼啊，打手，即系摆唔同位置会唔会有啲唔同嘅效果嘅？职能上我哋有设定呢样嘢，但系个暂时就未实装到。哦，即系而家系分寸到呢样嘢嘅。你分寸到暂时，咁我哋迟啲会有，即系睇下得唔得啦。应该系又系嗰句，睇技术。即系其实会系大约谂住想点样做法咧？呢、這个就详情留意沙嘅广告啦，官方答案啦，只能够系，我觉得都仲未决定点样，即系点样行嘅呢样嘢。呢个其实攻略，其实我觉得应该大家玩家自己试探都会开心啲。喂，个个开明晒数俾你，唔好玩噶嘛。冇，我见咁其实 PC game weekly 好似极速。系啊，我见过你爆，喂，佢研究好快，爆数爆得好快，有多嘢啲担心。极速升级攻略咁样，我哋都系专业嘅，系嘛？好快噶，其實如果你講升級都有啦，其實今日都見到，啲記者都有啲投訴信啦，話搞錯啲人升得咁 Q 快，有不唔公平啊！咁其實都有介紹翻噶，不如睇翻個攻略，其實可以好簡單升級。其實打嗰個活動去升級，我之前都係咁打嘅，我都未睇攻略。千幾個 EXP 對你把握幾快好多啦。你基本上其實手機 game 咧都預休閒類去玩嘅，所以其實手機 game 我哋設定都同 online game 走兩唔同方向，好易升嘅。其實呢度。你其實肯花多少少心思去留意研究，其實你會見到好多個升級方法俾你哋去做。如果你話升一個99 level 兄弟出嚟難唔難？其實你肯花時間，基本上打十成十，基本上唔需要打一百場戰鬥就可以升夠。咁每一個角色有冇封頂嘅咧？有封頂，因為其實都係我哋只 game 都為咗大家鬥同公平嘛，一個循環啊先講。所以其實唔會有無限 level 呢樣嘢，而且我哋有啲人都問我哋會唔會開 level 上，但係短時間內都唔會。开呢个99以上的 level 出嚟，哦，咁我谂都系睇嗰啲人玩得快唔快嘅，睇下点啦。但系应该都唔会咁快，因为最主要你啦，你头先都识讲啦，升嘅人出嚟，佢打完俾人打死又扣健康，其实呢度都会消耗性嘅人，即系人有消耗性，所以其实唔系太需要话特登升得太准咯，俾佢。喂，我开到8200，你未更加辛苦，即系大家玩 game 轻都系手机 game 轻松啫，我觉得冇必要去。不開得太高，要逼啲玩家去不停上線，不停去升級。因為升級，我諗相信對你嚟講，大家嚟講都唔係一個好有樂趣嘅嘢。大家最有樂趣係打家、劈友、吹水，冇理由花咁多時間升級啦。咁如果有封頂好好多，係啊，所有封頂好好多。少玩嗰啲都可以，係啊，可以打唔得，俾人放嗰只。係啊，即係正式嗰陣時個即係個 level 都係九啊九，應該唔會改㗎啦。即係都係而家嘅九啊九，係係嘛？咁。咁投訴先啦，咁我等好嚟啦，我都習慣俾人投訴同屌噶啦。我唔需要用到嗰個粗口嘅，冇，因為我發覺咧，個物品欄太過少啊。咁我都覺得唔夠用，我自己都唔係，我直頭覺得起始得一頁係好太少，起始係一頁啫嘛，十係咯，仲要唔係？但係一開始送100金，其實你唔夠，你可以用膠皮嘅自己。15欄。
基本上嗰度开到三页应该系。因为可能啲金系用咗嚟起第啲地方。自己嘅即系 anyway 啦，即系总之我觉得起始嗰个物品栏都已经少噶啦。咁、我哋都听有玩家投诉话十页其实都唔够用嘅、真系唔好够。系啊，咁。因为咁、我想问点解会开个物，即系去物品栏，所以我做唔到嘢。因为或者少少陈述就每玩廿一点，如果你赢咗咧，廿一点咗啊嘛，抽唔掂噶嘛。咁我抽三次都爆，如果我三次廿一点都爆咯。最惨就系佢啲技书仲摆埋一齐，计埋一齐。系啊，仲要系技书同埋物品系要计埋一齐嘅。咁样就其实变相你真系，如果你十页嘅话，每页三个，即系得你得。你得即系你可以抽，你可以中三次廿点咯。系冇即系跟住你就要开始要掉嘢噶啦。如果唔系就你啲嘢会跌咯。我已经不停咁掉咯，我都不停掉。系啊，特别将啲军大啊啲宝，我已经不停掉，就系留翻追加最多嗰啲咯。咁同我一样有药水嗰啲，咪就攞去踢友咯。嗯，系啊。系，你直接用咗佢都唔补血嘅。即系咁呢个其实可以好简单解释噶啦。电脑大家都知道有啲叫 RAM 叫临时记忆体嘅嘢啦。咁其实手机都有。你每一格物品佢就占一个记忆体嘅空间。咁呢个其一啦。咁第二，你网络传输一件物品上落 server 都要。一件物品越多嘅话就会传输量越大。手机嘅网络系一个唔稳定情况，所以其实我哋尽量 keep 住喺一个要求，即系范围里边啦，唔好超过佢啲机限制啦。咁就所以我哋喺个取势之下，最暂时可以做到最多十页呢个系，因为如果太多物品，佢根本食唔起啊。咁可唔可以每一件道具系加落去，变咗系数字咁加，就唔好压一格咧？喺你眼中叫是牙线，但系数嘅传输冇乜分别。系啊，我咁即系冇得，即系暂时未有办法可以再加多啲。咁其实我哋都会研究会唔会再加，因为其实睇系统负荷啦。呢个网络负荷，其实要睇几样嘢，我哋可以加到几多落去。其实你而家见呢个玩都好啦，其实你而家换到人，有时你会见到咧揿页，跟住喺度自己读取好耐嘅，读取紧啦，捞紧资料喺度，红色。咁其实你都要等个时间，因为佢如果捞完，但系呢度先三至四秒，多十页啦，再开落去可能五六七八秒，就要睇下个情况要点。嗯，即系其实要睇机能同埋嗰个效果。因为如果你话电脑 game 梗系冇限制前，同埋手机 game 有一个好多规格同埋一个。数据传输啊，流量即系好多唔同嘅细节要留意个数样，咁我哋唯有取舍就十页，暂时系。哦，即系都系啲技术要，即系有待解决嘅技术问题。有待解决嘅，系啊。其实呢个问题唔会影响得好耐嘅啫，因为而家开始 4G 普及嘅时候，佢仲快过 OK 好多 WiFi 嘅。我哋等佢出啦，但系你以为 4G 过快，咪个个啲数据公司话过你过流量咪 cut 你喺度？我自己都无限 plan， 但其实有时越用都系越慢，都系会。呢、這个都系咁，即系要等古惑仔 4G 其实都会改嘅，呢啲我哋睇办法啦。因为你而家呢一刻，我哋就暂时未有更加好嘅方法。因为所以如果你又冇你另一机咁慢啦，讲真一句，因为其实我都觉得等四五秒嘅反应机其实已经好差啦，去到。唔系，因为最紧要系抽到啲好嘢咧，你系啊，跟住你跳翻去我都觉得好头痛呢个问题。跟住物品量太少，跟住你已经系得唔到嗰样嘢。呢个我哋暂时有谂到另一个方法准备解决嘅，就加咗个信箱系统。但系当你真系去到完全唔够嘅时候，就摆埋落信箱。咁信箱都有限数量嘅。咁当然，如果连信箱都爆埋，我只系讲一句，师姐保重。哦，咁佢就太贪心啦，即系冇得讲，即系极限嘅啦，后备都用埋嘅。可唔可以系即系攞到嗰一刻可以 drop 咗自己原有嗰啲？嗯，呢一样嘢难唔难做？呢样嘢以前系做过嘅，有即系如果系咁样嘅话，就可能冇咁严重啦个问题。系因为我冇得拣，我新嗰啲系一定会冇咗。即系譬如佢可以拣你 drop 一样旧嗰啲咁。系啊，呢个我要问一问技术睇下得唔得？因为如果佢做到，我谂佢嗱，因为手机都系讲网络情况要稳定啦。假设你抽到黑嗱要连线，如果你掉喺嗰刻断线，可能失败攞唔到，唔清楚，要问技术睇下会唔会有啲嘅层面。唔系，因为我唔贪心，因为我成日一啲技术其实几难抽。系啊，我都知。难抽在乜嘢？难抽在系要你一啲你啱自己啱自己技术嘛、嗯。你就算你抽，即系你抽到啲唔啱用嘅都冇用嘅。系啊，我抽咗要六七个冲天炮，冇鬼用。系啊，我后屘咪焗住掉晒佢咯。唔系嗰啲跌咗，我觉得我话之佢啦，系咪先？但系我抽到啱用嗰啲，跟住咁啱爆咗，咁我就用唔到，咁即系好可惜。系啊，唔知点样，即系我唔知玩唔玩落去咁啊！以后都系咁样嘅话，咁我真系升唔到级嘅。变咗焗住你要首先掉住啲嘢去空一啲位去预备可能得到嘅嘢咯。系咯。咁如果你讲 online game 呢个平时都系咁嘅，不过我哋格数唔够呢个问题系一个
要有得解決。咁所以就係翻去即係研究下啦，係 mark 低佢。有係啊，我會寫低你嘅意見，然之後抌落投訴信。反映一下，幫啲監等。係啊，啲伙食唔係好好啊。你有冇底褲著？哇！有冇咁嚴重啊？係咪啲鹹蛋臭嘢咁樣？有鹹蛋啊！豆腐咯，當臭豆腐。咁另外仲有呢、這個就我自己經歷同埋我見 chat room 都有人講嘅。有咩慘痛嘅經歷可以分享下？呢、這個又唔係好慘，收收五星熱線開始啦。即係因為初頭我都覺得似係純粹係自己運勢嘅，咁但係抽得多咧。即主要就是你玩贏有一點抽人啦、嗯、又或者是收靚抽人啦，即是這個 game 有兩個方法、嗯、即去得到一些、嗯、即是人物啦咁樣啦。但是我抽極，因為佢呢隻 game 有啲係就每個人物呢通常有五個技能嘅。係啦。唔係最多五個，所以唔係通常五個。嗯、但係呢通常我抽親都係三個、兩個、甚至一個。有時抽三個，三個都是冇用的，系、啊，純粹是因為幫佢加人啊，即係冇攻擊力嘅，係啊，即係其實如果得一技二技啊嗰啲係基本上係冇乜用咯，咁、我又唔會升級佢嘅，咁我通常都即刻掉咗佢啦，即係好似靚媽咁樣。係。我而家啱啱我前嗰排抽嗰個張天陽一升。但是他三個技能，沒有技能可以打到人的，我不知道掉又不是流血又不是、他這個手龍頭來的嘛，你都做了他做了技能，但是上天是打得的嘛本身是啊、所以我有但是我有一天在 chat room 看到有人說因為我收極都收不到四五技，那他有就見有人問就說五技好像是要你要用錢去買嗰啲叫做扭蛋，先至會扭有機會扭到四技五技嘅人喎。咁樣到底有冇呢啲咁嘅事先？即係你即係你收靚機率問題嚟啫。咁如果你收靚嘅話，就收唔到嘅。唔係會收，不過係極之難。基本上通常你平均都係一至三噶啦，基本上四至五就接近係好難啦。咁而之後你俾錢嘅話，基本上你有一個叫使用嘅保底啦，保底嘅話基本上你最少抽到三技。最少有三個技能喺度，我保底就是最少三技。系啦，我记得写保底噶嘛。系啊，写保底我见到。我又写错字。O K 系啦，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话有你觉得抽喺度收靓好难，揾到啲好嘅技能少，其实你可以花少少钱尝试下去呢个扭蛋嘅。唔系，因为如果我抽，因为如果我廿一点，其实都好难。但是我收到返嚟嗰啲人又一掟我掉咗佢，我後唔係我搏得咁辛苦搏佢廿一點返嚟先搏。但我發覺抽嗰扎人嗰一點其實好抽啲喎，叫做咁可能都係可能太難啦，睇下第時可唔可以同同事講可唔可以改再改易啲啦嗰啲。佢廿一點嗰扎人呢好似嚟見嚟見去呢都係嗰一扎㗎喎。佢嗰度篩咗扎廢物先嘅至得喺度，基本上你抽。我都有一點見到已經是一分中上的人的。但譬如我見大頭仔都是從來未見過，其實我都抽他、即收靚的鋪就最大，但是有些渣的人的，其次就是21點就會篩了最渣的啦。是的，但是如果你想抽到容易抽到勁人，就要扭蛋啦。系啦，但扭蛋都分兩種喎，兩種其實有啲咩分別？基本上頭先我話有一點係一個中上嘅啦。基本上也呢、這個普通嘅古惑群英就係中上嗰個扭蛋，其實一樣嘅同一嚿。古惑群英扭蛋就35個 M, 而戰神38個 M 幣。係啦，而戰神就係再西走一陣，全部都上位嘅啦，已經係。就戰叫得戰神就至少一定係打得嗰啲嚟啦，一定會上位嗰陣。又或者係有領導能力嘅啦，應該。古惑群英都有啊。因为刚才都说古惑群英是大一点的铺中上以下一齐，而战神是再西走一阵，所以基本上古惑群英有的东西战神，战神有的东西古惑群英也有，应该说而战神就有的东西就有些古惑群英是没有的，即是他帮他西走了一些弱一点的人，即是应该是 正应精英中的精英，分了 level 去攞唔同，即系容易啲攞啲劲啲 level 定还贴，即系咁样一层一层包落去。系啦，一层咁减落去啫嘛，即系将啲高嘢就筛埋接咗集中埋一齐。嗯，咁即系其实应该廿一点都有机会抽到五技嘅，系嘛？系有机会噶，因为我未抽过啊，最紧要个 percentage 好低咁样，即系可能你而家玩几多铺啫。诶，中意玩家所讲啦，我见最多系呃钱系咁噶啦。唔系，可能抽靓妈机会大啲。你啱啱中咗啦！我想讲咧，里边其实抽任何人嘅机率其实系均等嘅，嗰度系。但系就廿点系均等嘅，廿点均等。因为其实我都唔介意讲啊。基本上嗱，你抽人就等于抽一个抽奖六合彩，
我就摆四十五个人啦，就四十五分之一每一个啦，就咁简单。但技能嗰度点咧？因为我见有时同一个人咧，技能都唔一样噶嘛。哦，技能因为技能真系随机性嘅，吓。譬如讲大牛仔先，我中意啊。佢有一集大牛仔个技能发埋抽，譬如大牛仔本身佢唔擅长某样嘢，咁就譬如同你铁骨佢什么啦，咁就唔会抽到有呢啲技能。即系其实即系唔会我抽到个陈浩南有飞吻咁样噶嘛？唔会啊，头先飞吻得雷国有，因为提议过我，我帮你申请过翻嚟。因为你睇系咁提腐女嘛，我咪谂紧，如果你有呢条，哇，咁样就正啦。咁即系男仔背可能应该唔系用飞吻，应该用咩嗰啲咧？唔系，佢就系想要飞吻。飞吻啊？J 文咯 ，J 文啊 ，J 你中意打 J 嘅爆谷嗰啲啊，爆谷唔系睇戏就系嗰啲，搞错吓，即系技能都即系技能，佢有一个角色嘅范围里面，有佢嘅嘢抽嘅，嗯，譬如有啲人中意，有啲人避龙技专长多嘅，有啲人就主要系一啲攻击技能多都有咁分。咁佢嗰个基本能力有冇分别噶？有嘅，系咪都系定咗定系有都会随机？有少少随机嘅。咁基本上有个我哋称之为潜力啦。咁有个、你第一次抽嗰时候其实一样嘅，一 level 嗰时候有少少变化，二 level 都有。咁基本上你升到十级会留意到，譬如同一个角色啦，大凡咁讲啦，佢有分一个叫攻爆系纯攻，攻回回形。咁其实你升到一百嗰时候，你好明显都会睇到个数值有分别喺里边。即系叫做啲战斗类型，佢分咗去里边啦。咁其实你升级之后就会发现佢嗰个能力。咁当然，其实你唔需要升太多，你其实升翻六七八级，你都会见到个数字变化系唔同。咁呢个就有待大家研究啦吓。嗯。咁嗰、那个技能嗰方面咧，被动技同埋嗰个攻击技咧，其实嗰个分别边一样系偏重喺譬如攻击嘅时候用，或者系守方时候用？手方其实可以咁讲啦，讲时间啦。譬如举个例子啊，一个攻技能你升个十级可以打成千六，一个被动技能你加成五啊，天生神力用天生神力够几多系五十攻加，咁你五十攻嗱一个技能回冷却时间三十秒，五十乘三十三千千六，你谂下边个大？其实简单嚟讲，被动技能就系一个兜时间嘅能力强，而一个主动技能就系一个好短时间秒杀人嘅强。你揿个技能都唔使一秒，你一夜放晒五个技，你最劲个技啊嘛，五秒放完三个技即刻秒对方。所以其实简单嚟讲，你想快速秒人定系用时间去忙，其实就系一个策略上你想拣边样去做。被动技能、主动技能就有分别，其实就喺呢度。所以你讲话其实打地盘嘅话，佢有长时间，你个手都系有被动技能嚟讲，会系属于比较着数，因为佢弯数长。而你去踢友嘅时候，你得个三个人，三打三，梗系放五个技能，尽快秒咗佢先啦。系咯。嗯，咁如果我头先你发现到我用嗰、那个系你个笔，我哋会谂下修正佢，唔俾你免战噶啦。咁先啦，咪后边住公开俾我哋知道。好啦，好啦，仲有冇投诉？有冇要求？我要求有嘅，其实敲饭台啦，跟住开始系敲饭台啲阵间先做嘅。我其实我少少建议啦，只不过唔系投诉嘅。都第一次其实都睇过系。其实真系希望加翻多啲古惑仔嘅元素，古惑仔元素落去。即系同埋而家种大问题，我感觉就系似一班古惑仔人物群打咯。咁、我又冇阵容，又冇古惑仔一齐打交。而家就系咁样，一齐打交。因为你会见到我可以攞住陈浩南，拖住大凡，或者跟住加大东咁样加，即系人物都可以总逼埋一齐嘅时候，我睇唔到我唔觉得我玩嘅，你癫啲都得噶，影分身三个陈浩南咁都得。系我试过啦，三个太子一齐打咯，咪哇好癫啊，劲啊！我攞住三个太子打咯，但系你会觉得，我纯粹只不过系喺度打咯，我唔知道自己做咩咯。系啊，因为最啊，同埋可以提一提，其实里面有九龙城寨嘅人物喺里面。系啊，有阵啊咩？但我未抽到，我有个十二少，有陈乐君有十二少，仲有啲有蓝蓝系。冇啊，系得三个。要睇下佢哋肯唔肯俾我哋用埋其他人啦。我暂时三个，因为呢个其实系跟翻 K 一嗰边嘅拉神一齐用嘅。即系龙虎联盟 online 嗰个拉神。因为嗰阵时已经系同意俾我哋用嘅，咁我哋拎埋过嚟。其实如果你有玩开 K， 会留意到啲公仔啊、成模型，其实系嗰边走出嚟。嗯嗯，倾下杀到嗰啲啊嘛。杀到，虽然完咗本书。我谂嗱，你喺度提出嘅话，我谂老板会高兴去揾你哋搞埋我嘅。系咯，倾下出份合转咯。不过我想讲啲，你摆完过嚟啲技能，我谂我攻击我都唔会特别批高。
高你一成，即系有啲要平衡翻嘅。跟足礼貌啊，嗰啲一个人秒晒呢啲船队噶。点好渣咁样？量子世界都渣嘅。哇，秒啊咯！我记得 K 嗰阵时都有出量子世界，嗰阵时我哋玩一用咧，佢跟翻阿信设定一半无敌状态，分翻六七八个人就围人哋，然之后基本上食中嚟讲，自个人识死咁滞。好劲，不过佢就会跟翻某一次定，用完之后会头痛，就会有4至6秒嘅任打时间俾人。基本上你能够避得佢量子世界之后，就系你赢硬噶啦。一个呢个赌博式嘅攻击嚟嘅呢招 ，K 一个士都系顶呢样嘢。因为而家你用紧三人组队去打嘢，任何战争都系。咁我其实我建议翻，如果多啲人，即系可以。加翻條限制就係你嗰三個人真係要同陣容咯，就係唔好求其任何嘢都掟。我覺得應該會咁設定咯。如果真係咁設定，譬如應該話相同陣容嘅人有特別加成，就反而唔好行玩家用死邊。係咯，或者咁樣都得。即係而家就變咗冇曬任何，即係變咗只不過係我見到勁，我咪攞三個太子出嚟咯。其實又係嗰句啦，其實因為隻手機 game 都係想簡單，目的就唔想有太多嘅參數喺裏面，所以其實都係咪講呢啲個設定係咁樣。做法可以好多，又或者可能打地盤嗰陣先限，又或者可能限你一定要同一條水先至可以一齊去搶地盤。但係呢樣嘢你就要開頭要劃分咗有勢力嘅劃分，而家冇噶嘛。而家係話噶嘛。其實你咪當玩家勢力，你組織個新社團，你去刮友揾啲人翻嚟。过档一起做啫嘛，其实你又未必话要咁紧。因为如果你有咗个，你有咗个势力嘅设定嘅时候，你就会多咗好多中间好多空间去做。例如，我可以玩滑角，我可以玩即系头先开再讲话，我沟你条女，咁我都有唔同嘅势力，我先可以去滑人过嚟噶嘛。而家入边咗冇呢样嘢嘅时候，就纯粹只不过我一班人去同你一班人同互 pat pat， 之后赢咗我咪攞地盘咯。咁呢个谂下，有啲点样做落去咯？呢个会唔会设定可以同势力嘅就加成？我觉得同势力加成其实都几有嘅。系咯，咁你会啲人想抽得同势力嘅嗰啲人咯。至少你会刻意将同势力摆埋。系咯，呢部几好笑啊！好惨啊！见一谂起个设定 ，OK 嘅呢个睇下可以只 game support 到几多做啦。呢个就。呢、這個以前呢個研究，呢、這個 game 應該要發展一下啦，因為都反應很好就係話講得坦都講個風差都已經入咗呢個付費榜了，係啦。咁似乎都喺度開心喺度，又屌又溝女，又認咗歸宗喺度。啊，所以炒其實咁多人炒下炒下都係有原因，就係因為好其實都好多人玩嘅，好多人支持嗰個仔，其實吸引咗一班人嘅，啲國際個名。啊，咁所以希望到時正式真係正式，雖然而家都好似正式嘅啦。咪真系分唔清，分唔到嘛？算啦，呢一代嚟讲，就算你估话你见内地啊，啲 game 啊，个个都话刮档风测，玩到直玩到个识法执都唔系咁死噶啦，咁佢。所以而家呢一代都分唔到嘅啫，佢。系咯，咁所以到时希望会加更多嘅嘢落去啦。就仲有冇投诉太平绅士时间差唔多噶咯？我时间到啦，咁快。探监嘅时间差唔多啦，系啊。费事又落闸放狗啦。太平绅士。系，我哋开始要讲翻啲版入去睇电影啊。OK， 揼石仔啊，我谂住。好啦，咁样今日嘅访问就嚟到呢度啦。咁仲有几耐啊？半个钟啊？咩啊？仲有五分钟开咩？哦，唔好意思啊，五分钟之后。快乐不知时日过啦。五分钟之后翻嚟。就有动漫废物啦，都是古惑仔嘅古惑嘢，好古惑啲嘢，今日系好，拜拜，再见，等阵再见。